是的，而且现场的人不走哦，唱到十点多了，一直 encore。而且可以把小木桶带到那边，真的是吓一跳哎！呼尼拉哇哇，对。然后这位歌手呢，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，一度专辑、一度歌曲、原住民语歌手专辑都有拿过。而且呢，他带领的这个动漫呢，还有旗下的所有的歌手呢，对他不是他只有他自己而已，他成立了一个音乐厂牌叫做纳乌瓦。然后其他的歌手呢也非常的优秀，也有曾经入围过原住民语专辑奖，对，对，然后今年呢也有真爱嘛，对不对？也获得了最佳新人跟专辑，而且姐姐呢也姐姐讲出来了，对，姐姐也凭这个专辑呢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，能唱能做还可以带我们的新人，没错，谁会比他更厉害？哎，好的，啊，他今天演出也有带我们纳瓦的旗下的艺人一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应该都写了吧？那我们一起喊好不好？五个字哦，大家知道哈，5个字的，哈。然后我们用最大的声音欢迎。
出来。